观察好太阳能的立功。今天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太阳能系统的这个连接方法。这块是我们20瓦单极硅太阳能电池，客户在收到之后首先看一下，用大拇指轻推接线盒，打开接线盒上面有加和减，代表正负极的意思。然后客户拧开螺丝，把正负极的连接线材固定上面，然后这个是固定线材的，从这里线材从这里引出，把线卡固定上，这样太阳能电池板也就连接好了。然后再看控制器，大家在收到控制器之后多看一下说明书，第三页的位置有工作模式设置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6种工作模式，这里有负载指示，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负载，大家可以多看一下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，后面有一些参数，12-24伏，我现在拿的这个是12-24伏十安的控制器 S2-L 12-24伏十安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这里已经帮大家把太阳能完整的系统连接好了，太阳能电池板连接在控制器的这个正负极，蓄电池正负极连接在控制器蓄电池的正负极，这个位置是接负载灯泡。现在我演示一下负载灯泡的开启，因为我现在设置的是5点的模式，大家看一下5点，这个就手动模式，看一下，这个模式适合于这个客户说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的模式，等同于开关的形式，大家也可以设置成0，就纯光控，白天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，晚上太阳能电池板不工作的时候自动开启负载，大家按住控制器5秒， LED 数码管会闪，然后调节相对应的模式，调节完毕之后它会自动熄灭。现在大家看一下太阳能电池板在给蓄电池充电，到晚上的时候太阳能电池板的灯熄灭，负载的灯开打开。这里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手机充电，大家看一下 USB 手机充电，把正负极接到蓄电池的正负极，把客户需要的 USB 设备连接在 USB 上面，因为 USB 输出是5伏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手机正在充电，再换一部手机，大家看一下正在充电，大家可以用这个小设备充 MP3 MP4 等一些设备。具体的控制器的设置方法，我后期会在控制器上面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控制器具体的演示方法，大家也可以像这样接多路灯头，用开关，每个灯用一个开关，然后用一条主线连接到这个蓄电池的正负极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实现我每个房间的灯开关的问题。
好的，谢谢大家。